电视剧《酒店实习生》是由马孟维、赵志伟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励志行业剧，改编自著名 IP《闪耀吧酒店女王》，讲述了几个酒店管理专业的毕业生，因为工作和理想迷茫过、困惑过，但不放弃奋斗，有笑有泪的故事。工作让他们找到了成就感和存在价值，也让他们的友谊更加牢靠，并收获了期待已久的爱情。该剧于2020年9月30日在爱奇艺播出。这部剧主演颜值不错，剧情吸引，值得观看。我是月然，一个立志成为酒店人的元气少女。今天将是我进入顶级度假酒店 VAD 实习的第一天。亲切的笑容是拉近和客人距离的不二法宝。我的精神面貌就代表了酒店的服务品质。